你怎么闷的？我们家有鼓哎，有没有？它被戳破掉了，中间被戳破了。谁戳破了？吕宇晨，你戳破了对不对？不是啊，小心翼翼弄破的啦。两只手，来这个。电话是哪？悠悠。哇，你要滚球。那两只还不会打？我听到。他刚不会。悄悄。没有啊。三十五分钟时间。哎。差不多，姐帮你办了，差不多姐要换啦。叶选手明天去办的哦。你好烦哦你。直接买 iPad 的啦 ，iPad 还可以上网打电，还可以打电话了。打电话那个你要买那个三 G 的。没有啊。他说用一个转换器，转换器大概2-3千块。真的吗？嗯，就可以跟一般拨电话，就。啊，费率。就是你那个电话的费率啊。家用电话吗？不是啊，你那机面的，但是把。月租呢？不是啊，比如说我他们那个。不可以啊。五十块的费率啊，尤其是用台湾那个那边去打，因为他把芯片插在转换卡里面，这样。